approach our cabin crew if you require assistance. Time on board as well as in Singapore or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we take you.伦敦的巴士，然后要在伦敦转站过后才可以去到 Canterbury， 车程有4个小时。Thank you. Thank you. Hello, 大家，现在我在我的大学。那刚才我已经上了我的其中一个 training， 现在是11:30，然后距离我下一堂课还有3个小时多。那我现在就在我学校的 study hub 给你们看。对，这个就是我学校的温习功课，还有电脑室。其实今天是星期四，然后已经开学了4天。可是我这学期只有上2天的课，就是拜一还有拜四。那我拜二跟拜三是没有课的，可是还有其他事情做啦。我觉得下个星期才开始忙吧，因为我这个星期还是有点，还是在适应当中，就还有时差，所以还在settle down 我自己啦。目前为止我觉得还好，可是还是会想念家吧。虽然这已经是我的最后一年了，可是一切都还蛮顺利的。现在我想去买咖啡喝。Get a small vanilla latte. Thank you.
那今天我带便当来学校，就是我昨天傍晚准备的便当，就是寿司，可是这寿司超级难看，我不知道为什么，应该是放太少饭了吧。对，里面有蟹柳还有鸡蛋。我这个寿司哦，那个饭超级硬，是很硬很硬，超硬耶。我果然是一个不会煮饭的料，就它散散的，然后超硬了嘞。可是味道是还好的啦，就不像寿司的寿司。我说那饭是超级西北硬哦。然后我现在要休息一下，看一下 YouTube， 吃我的午餐，然后再继续听我的 interview。开学第一个星期就有点事情做哦。这个是我刚才听 interview 做的笔记，对。那我 YouTube 有，我看到吗？17个 notification。超多东西看了，现在是休息时间。A few moments later. 宿舍就是这个，然后它就在超市隔壁，超级方便的嘞。现在走回去。回到宿舍了，然后呢？
那今天我煮什么呢？就是很简单的那种汤类的东西吧，因为我买了一盒，我不知道华语叫什么，就是闽红粿哦，面粉糕这样子的一个子的那种面来从马来西亚带来英国，然后我就打算用那个闽红粿的那个面呢来做闽红粿，对，因为我很想吃汤的东西很久了，而且前几天我都是在吃很不健康的东西，像是快熟面啊、披萨啊、面包算面包，就是很不正常的一种正常，所以呢今天也是我正式在我这个宿舍煮我的晚餐，对，所以我现在先去整理一下我自己。那这个就是我今天晚餐要用到的材料，菜、辣椒、蟹柳、鱼饼，这个是我妈妈帮我弄的酱鱼子的粉拿来做那个汤，然后这个就是我讲的那个闽红粿的面，对，还有酱鱼子。 OK， 开煮。我先煎酱鱼子，这个是橄榄油，这个就是闽红粿，然后这个呢也是我们马来西亚人常常会吃到的一道菜，诶，就是一种食物哦，就这种的面，然后放上姜鱼子，然后那个汤是用姜鱼子煲的。吃这种汤类的东西呢，一定会配上这种辣椒。这样其实刚才我在 Instagram 有提到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那我讲我是很内向的人那个定义呢，就是讲我是如果有选择的话，我想待在家里多过出去外面，不是不喜欢外面，我可以出去外面，只是我觉得待在外面久了我就会累哦。所以这方因为我是很内向的人，也没有说很内向，就是我是内向人，所以这方面我好像比较难交到朋友，就在就是 socialize 啊，就是跟别人聊天的话是没有问题啦，对，就是这样。因为刚才我在 Instagram 就提到，然后就很多人问我，这样你很内向，这样你讲交朋友那些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就可能我认识的朋友会比较少，可是知道我朋友的人都知道我是这样子的人，他们知道我是这样的人就好。然后我觉得朋友有几个，我觉得朋友不用太多，就是有几个了解你信任你的那种朋友就好了，我就满足了，对，就是这样。好，继续吃饭。好吧，开工开工。好，所以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啦，拜拜。